《史记》中有言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历朝历代的上位者深谙此道。例如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，逼死无数良臣；明太祖朱元璋成大业后，有功之臣百不存义；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都被赞为了仁义之举。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事情让人无法接受，但是从上位者的角度来看，此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今天我们不讨论此事的合理性，单说这些功臣被遗弃的时机。他们之中大多数人，不管是被杀害也好，被夺权也罢，几乎都是在主公大业已成或将成之时，几乎没有哪个上位者会在创业未半之时自断臂膀。然而凡事皆有例外，三国时期就有一位名将，一生之中立下了赫赫功劳，却在魏蜀吴三方依旧在博弈的时候被主公逼死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江东陆逊，字伯言，是孙吴四英杰之一，与周瑜、鲁肃、吕蒙齐名。他从21岁起便入孙权幕府，不但曾为孙权平定了山越，还在三国角逐中立下了不少功劳。公元219年，关羽与曹魏开战，东吴想趁机拿回南郡，他献计让吕蒙装病，降低了此战的难度。公元221年，刘备起兵伐吴，他于次年到往前线，火烧刘备700里连营。公元228年，曹休率10万大军伐吴，陆逊不但斩擒魏兵万余，还缴获了不少辎重。另外他在政治上也做出了不少贡献，由此可见陆逊对东吴而言是绝对的功臣，理应受到厚待。然而到了孙权晚年，已经高居丞相之位的他，因为卷入夺嫡之争，且意见与孙权相悖，受到了责罚。后来两个外甥又受到了诬告，在悲愤交加之下，一代名臣于公元245年忧愤而亡。可以说陆逊之死是孙权一手促成的。当时三国还未统一，东吴还需要大量的人才，孙权为何要这样做呢？小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氏族之间的争斗。虽然东吴自孙策时期起就占据了江东，一直以此为根据地，然而掌权的孙氏家族并非起源于此处，跟随他们起家的旧臣，例如周瑜、鲁肃等，也并非江东人士。虽然孙氏入主江东之后需要依靠江东大族来维持统治，但是中间还是存在一定隔阂的，所以在经营了几十年后，孙权完全站稳了脚跟，就开始致力于打压江东氏族了。此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出身于江东大族世家又位高权重的陆逊。其实在夷陵之战前，孙权便已经开始打压陆逊了。据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记载，当初陆逊献计夺荆州之后，孙权问吕蒙道：“谁能够接替他的职位？”吕蒙回答道：“陆逊意味深长，才堪负重，观其规律，终可大任。”意思是说陆逊能力足够，可以接替自己。此处的接替即可以理解为接替他对抗关羽，也可以理解为接替他的身后事。可是到了他病笃的时候，推荐的接班人却变成了朱然，此中的蹊跷可想而知。第二，孙氏与陆氏有世仇。孙权打压陆逊，逼死陆逊，除了因为政治原因打压江东氏族之外，还有本身的不信任。毕竟当初孙策攻打庐江时，守城之人便是陆逊的从祖父陆康。陆逊年少丧父，一直由陆康抚养长大，后来更是为陆康支撑起了门户。可是孙策攻城两年，迫得陆康转移了家人，而且庐江城沦陷之后不久，陆康便病逝了。有这得关系在，以孙权的性格很难完全相信陆逊。第三，陆逊是孙策的女婿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时隔那么多年，这些事情早该翻篇了。可是如果真的翻篇了，孙权则更不会放心陆逊了，因为当初陆逊来投奔孙权的时候，孙权做主将自己的侄女及孙策的女儿嫁给了陆逊。众所周知，江东是孙策一力打下来的，而且他还有儿子在世，孙权一直防着孙策一脉，为此在称帝之后甚至都没有给孙策追加帝号。如果陆逊真的不计较的这些事情了，那么若他支持孙策之子夺权呢？这些也是孙权不得不防的。
通篇分析之后，我们不难得知，孙权之所以在成大业之前便自断臂膀打压陆逊，甚至最终将其逼死，即使从大局上考虑，打压江东系也有私人恩怨作祟，有这些因素在，陆逊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，只是可惜了他的一腔忠义。